你笑什么？小时候肚子饿，吃花，俺娘也揍俺。跪下！跪下！今天不是洞房吗？我让你跪你就跪，还回嘴！你我名为夫妻，却不得有夫妻之实。我定下的规矩，你若不遵守，就往上滚。第一，我睡绣床，你睡板凳。你若敢上床，我立马灭了你。第二，你我名为夫妻，实为师徒，凡事都是我说了算，不可以有任何质疑。要学拳，只能跟我学。啊？怎么不愿意？没问题，娘子。嗯？啊，师父。走，现在就开始学拳。啊。